迎收看复习励志队颁奖典礼，让我们欢迎嘉宾 Heck Sabrina。让我们欢迎许兰芳、菲比。让我们欢迎庄琳、Miyaki。让我们欢迎 Peggy、张宇。让我们欢迎特别来宾潘若迪、马里欧。关韶文、孙生。黄乔欣、小优。张齐慧、吴尊。赵正平、黄思佳。所有班底、所有嘉宾，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主持人派翠克徐熙娣。每一个人都是入围者，而且都是对节目非常的有贡献。对，首先要跟大家说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哇，谢谢。播出了一年一整年了，超过100集了，嗯，非常厉害。所以今天有非常多的奖项，而且今天班底好漂亮哦，好像酒店啊。哪两个？哪两个？我要右边的两个，右边上面的两个。老师，你不要选了，待会巫师要来了。一个闪亮亮的，一个有冤情的那个。有冤情的。但我们不能带出场哦。真的？对。那不玩了。小光的，现实的吧。今天班底也是有那个很紧张的奖项要颁给你们。对。然后来宾也是。哦。而且我觉得我们节目实在太用心了，因为大家会觉得说，哎，颁奖是不是节目上颁一颁就算了？哎，我如果没看错的话，是你是不是跟孙生？哎呦！差不多，有一点，有一点，有一点。最尴尬的撞衫吗？你们在一起啊？比较挺拔吧？你来一下。你们在一起？你们这个摩托车？没有，这里这里领子不一样。我们应该比较高挺吧？领子不一样。最近没有分手。大
Happy New Year, Happy New Year, Happy New Life， 初二快乐，初二。祝福啊，祝福。悲伤的分手吗？哎，还行还行，稳的，平稳的分呐、啊。就是互相祝福对方，帅到分手。好多新闻哦。对啊，祝福的啦， okay, 祝福的。希望你下一个是好的，好不好？哎，对，希望这个未来会更鹏程万里。祝福自己鹏程万里，还一帆风顺呢，哇，学业猛进。好，鹏程万里。是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今天我刚刚说，虽然是节目是颁奖典礼，对，可是我们还是定制了我们犀利想聊的特制奖杯要颁给大家。哇，你刚才说犀利想聊吗？大逆不道，大逆不道！你不想要那个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有做小姐不犀利的哦，对，因为我们随时可以换。你怎么这么不尊重我们节目啊？这是一个 magic boo，magic boo。嗯，好喽，大家要怎么圆？怎么圆嘛？怎么圆？这个奖杯等一下冠就是得奖的人可以拿到。不错哦，哎，不错哦。车上有心，哎，上面是专属的，有各个奖项的，真有心，真有心，真的有心，我们现在可以拿回去了吧？应该还有红包吧？秀名字，还会秀名字啊？专属秀名字，哇，感人哦，专属的啦，哇，好热闹的节目哦，真的哎，然后名字你却不记得，哦，怎么会不？小姐不惜地耶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。我觉得在那个颁这个各式奖项之前，嗯，因为您是时尚大王，对于今天大家的穿搭，你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的？先男生，男生，马力欧，谢谢。哇，敢穿粉红色，很有自信，嗯，而且感觉很年轻。可以，谢谢。女生的话，我觉得今天乔欣很漂亮。哦，辣辣哦，辣辣哦。完全展现不同的气质，好认真。所以我想说，今天这个不惜地的这么盛大的一个活动，我一定要，你知道，盛装出席，小丑呀，太惊人了吧！你那个下腿肉那个地方是合理的吗？这边还可以吧？还好吧？很美啊！哇，走台步 ，Go！ 我手应该在这边可以。颁给你了，哇，这个太强，你好猛哦，这样是对了。那也要选出最看起来最 cheap 的吗？哇，好啊，最 cheap， 恭喜关少文。我找遍了全台北的西装店才知道那么大件的，怎么敢质感这么差？鸟都装得下，只要穿得下，我就先穿来了啦。这个还有主题的，你说这个是什么？我这个是一个成语，叫做一鸣惊人。哦，哎呦，一个惊人，很像廖俊会穿的。而且我刚才一摸，他手都是金粉，就是很掉粉啊，不能洗啊，这不能洗，不能洗。哦，但是因为我们录到现在，其实也刚说一年了，然后破了百集。然后大家参与这么久，有没有什么心得？对，班底应该有很多，有人生有变不一样吗？什么的？对啊 ，baby 应该变贵了，对不对？变贵，变贵一点点。然后如果我现在开始接的价钱比之前低的话，我就会，哎呦，涨价了，哎呦，对，要涨价，只是骂声也变多了啦。啊，骂声？就还有人特别来我的猫旅馆的 IG 骂说。不喜欢小众，你就要直接节目上骂啊，直接讲出来啊，你这样子 NG 哎，什么还要骂我？还在纠结小众的事？对，我想说，我跟小众哥怎么样？早看开了。潘老师最知道嘛，小众是不是真的被伤到了？没有，其实算被伤到，蛮大一点的。
陪着他到现在，你也知道，我从早上就开始陪他到现在。吃生蚝吗？对对对，刚刚才吃完回去。真的假的？我吃那么多，回去有什么用？有什么用呢？无用武之地，对，没关系。无处。公园旁边家里面附近还有母狗吗？又来，又来。其他班底呢？我觉得就是会有很多人说，哈，你们通告费真的这样哦？那我要多来就是捧场。那客人反而变多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很好笑。其他呢？会有很多人，在会突然一窝蜂的问说，那个东西要在哪里买？跑来粉专来问我，我多了很多长篇大论，就是妈妈也好，或是大学生也好，他是真的长篇大论，然后就是说非常用心的问我一些就是人生的问题，然后有些是妈妈会说，哦，原来妈妈也可以跳舞这样子。哦，就是大陆出来认亲戚的也是很多哎，就是突然就说，哎，她是我那个朋友的朋友的大学同学的什么的妹妹什么之类，就是开始变得很多，然后还会有人来问我你的八卦，问我的八卦，对啊，就是说，哎 ，S 姐她本人私底下是怎么样怎么样啊，她真的，然后你说什么？我说 S 姐这个人很好，超漂亮，好假哦，不行啊，行不对哎，真心啊，哇，你可不可以诚恳一点啊？我最近真的比较僵啊，我已经很诚恳了，是不是？就有一点，我觉得是交到朋友哎，因为我私底下还好，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人想要拍照，但是非常非常少，但主要是认识到大家很开心。所以你们现在真的是感情非常好吗？对，我开始会有一些工程师的男粉丝会密我。他们会传一大串，然后说你好，我是什么什么的工程师，然后听说你在节目上有在找工程师男友，超多的，有附照片吗？报对，有附照片，但是通常都是就是可能很工程师，有多的可以给我，真的，真的吗？你不是说你很抢手吗？有啊，就是密他都是灵界的朋友，想要你婚。我是很多人关心我快十二点要回家了吗？对，知道你回十二点要回家。对，就很多人发过我的照片，有跟我男友合照，下面又说十二点了，该回家了。你讲的很直接，这今天是大年初二，飞炉哎，爸妈来。他们会帮我消音啊。哦，好，那你有什么那个吗？觉得？我觉得跟你合作很开心。哇！这句话就可以了，这太重要了，说出来用一辈子啊。So sweet， 我也很开心。你眼睛很干哎。因为其实也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，跟 S 姐合作压力会不会很大？这是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。然后我就说，其实 S 姐给我超级多的空间，虽然她很多时候感觉是不想去做这件事情，叫我去，可是我觉得那每一次都是一个让我被大家再看见一次的机会，所以我都是铭记在心。再多的痛，甜甜坐在我身上，我回去尾椎痛了两天。有受伤吗？真的假的？有，而且我胸口还有她的爪痕。你被那个巴西柔术摔，你们怎么样？巴西柔术摔，哦哦，你说 Peg 摔我？对啊。哦，那个回去就是甜蜜的负担。哎，这样看 Peg 蛮漂亮。你觉得你知道我们节目开发了很多新的才能吗？对啊。才华。对，然后就是。我们都不知道你是运动专家哎。我是今天才发现的。而且他是街舞达人哎。来宾的心情啦，老师潘老师，哎，你觉得上以前的康熙跟现在，现在上起来也不稀奇，有什么不一样？对不对？对我而言是没有太大的差距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让你觉得好放松，你就是很放松，你可以很高兴的做自己，你可以讲畅所欲言的去说去讲，然后呢，你应该在这边你会拿到，你会感觉到有很多的成就感，就是你以前不太敢讲的东西，我现在讲，但我就是发自己内心的讲。你以前在康熙也很敢讲啊，是因为老沈在，你跟保姆的事就是在康熙讲的、啊，对，那就是因为鬼扯。后来我会想说，好，居然是这样，因为蕊的稿都没有照本来，那居然是这样，我就想，好，那大家就来弄吧，我也就开始
就开出来了。那这个变动是不一样，这边是真的是在蕊稿跟讲的是一样的，是真的有发生过这些，而且是真的发生的事情。那那边是讲的是不是真实发生的事情，都被讲成真的。所以在这边你可以自在做自己就对了，很开心，对，然后讲真实的故事，对，因为有你在。哦，真的有你，是一种老朋友的感觉，是不是？不光只是老朋友来，你有没有感觉我眼睛你会最近眼睛特别的亮，也比较好看一些？换变色片吗？是的，叶黄是，我因为我眼睛开刀了，是叶黄素啊。所以潘老师是用什么样的产品，所以眼睛这么亮？你要有点反应，你那么这样直接脊椎炎啊？不是，大家都猜不动啊，睡着了也不奇怪的。赵哥讲一下，很开心啊。我们节目有那个完全断片录影一集耶，还好吧？超可怕那集。不会啦，有 B 兔在，我没问题啊。所以上我们节目开心吗？开心。我看一下，是因为。应该这样讲啊，大家都从一个时间的时候，真的是真的，大家应该是慢慢一起变老了。对，所以一起录节目，那个情感啊、话题啦、啊，其实大家都熟悉了。所以就觉得说，哎，那这样的节目不知道还会要可以录多久啊？好悲伤啊！龙虾嘴啊！初二的家长录到年底就好了，没有对了，先录到年底。今天跟我发上来，年初二，你好吗？来做第一。其实老赵的意思，赵哥的意思说，其实这个节目让人家会有回家的感觉。对啊，对，这倒是。大家都老同事了，对，就是老朋友，所以那种聊起来就特别那个。对。而且我觉得，就因为 S 姐的节目，就是你常会忍不住就会说了一大堆，知道不该说的话。感性的话。对。然后我就是看到我太想要掏心掏肺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而且就是因为你问我们一定会回答，没错，我不敢不回答，所以我们都不是不敢不回答，是你们觉得我是你们的好朋友，对，那是不一样的概念，不一样，对，而且觉得你会保守秘密，对，你口风真的很紧，所以我就但这个节目你知道一讲出来，这个节目出了多事啊，节目出了事比别的节目还多，干我的事，就干你的事。那个公园被你提了之后，你知道现在要多少人去观光吗？我们剪掉了，大家都知道，不是剪掉了吗？剪掉，你又提公园，你根本就是希望大家去陪你嘛。每天传，他每天现在还在传。传什么？他就传到说，我又在公园晒水晶了。你看看，哎呀，这个树，这个鸳鸯，你看多近啊！松鼠每天呐，哎，那鸳鸯是不是漂亮？对，很近。你也，我也收到，我没有去，但我收到了。潘老师也是某一天那个传来说，哎，那个我们真的早一天要去那个吸收一下那个能量啊。对，然后我就说，好啊，潘老师，因为我最近十二月比较满，我说我一定早一天去。然后他就咚咚，然后传了一个那个是鸟啊还是什么？鸳鸯的照片跟影片。他说怎么样，漂不漂亮啊？然后我说潘老师你怎么拍那么近？他拍到鸳鸯的那个毛都看得到，都这么近呢？怎么可能鸳鸯不会跑走？哎，那个鸳，你不是在每个地方都可以随便看到鸳鸯的？我知道野生的那个。所以我说他怎么会让你那么近的近？他会把机器的遥控的，遥控的遥控水源，然后装电池。我说那个鸳鸯，我说就在我面前，然后他就发现说，他有没有可能是机器鸳鸯？他说前两天他看到管理员在换电池。我说不是，这其实是一个贩卖机。鸳鸯大，不是说要来节目讲真的故事吗？韩国 YY 菌强化升级 ，YY 菌加 MN 虫膜打造全家人的守卫队，第三件一折，赶紧搜寻永德 YY 菌。好啦，我问一下小优，你在我们节目走心过？对啊，就是其实那一集回想真的是大概我出道这么久最大的一集耶。所以他们是留什么言？就是会说什么，可能当然有骂我的，也就是有两方人的，但是真的是那一阵子，但是全部人都说小优你还好吗？就是全部人都来关心我。然后我其实也觉得，因为那一集节目，我觉得我更了解自己的问题，然后可能跟朋友也化解，心结这样子，而且还会有很多白目的网友来问我说，哎，你真的你们演戏演得太真了吧？你不要再 say 了，他们都会觉得是假的。那一看就知道是超级真的。对，当然就是有正反的留言啦。可是我就觉得，就真的在 S 姐的节目，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掏心掏肺的突然。但我觉得有点可惜，就因为小优在这个节目呢，就是受到这么大的回响之后，他慢慢的藕包也变重了。有
这种，他上次 post 网美照啊，网美限动那种角度，哪有？他限定我们朋友们上节目不能讲他不好的事情。哎，我他因为这样跟他吵架，他还跟我吵架，我说大吵架，我说我连上节目讲真实的事都不行吗？他说不行，太真实了。没有，你记不记得我们有录一集的时候，然后是那个乔欣在那个。那个台子上要控诉的时候，然后他还跟那个对那集我都不大敢使了眼色。没有没有，是因为我害怕现在有时候上节目讲这种控诉主题，我怕他们会脱稿演出，就讲出太多不能讲的事，太真实，就是讲出太真实，可能播了会可能伤害到我或他的事情，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播出之后网友会不会攻击哪一方，所以我觉得有的事情就是讲出来可能没有那么适当的时候，我就说那以后你讲什么故事可以先跟我讲，就我那天就跟他先 check 过，对，要先 check 过，没有，你只要跟我讲你要讲哪件事，你是大头症，改变了，没有，你不清楚，因为我不希望给他检查，没有，叶子姐，我是不希望，我就跟那时候我就是跟瑶瑶吵完架以后，我传了一封简讯给他说。瑶瑶，节目是一时，朋友是一辈子的。威胁啊！因为你们情啊，情啊，情啊，情绪勒索，压力好大。不是真心的，是真心的。我就这样子，对，没有你们都有意思吗？就是我不想要再上一集节目又要吵一个架，因为那一天可能上跟英英上那一集，我就是当下当然也觉得很难过或什么的，就好像当下真的在吵架，我就不想要再上一集节目再吵一个架。其实这个如果要一起上节目，要先 check 过，就大概你跟我讲说讲什么就好了。那刚刚说你偶发变重有跟你 check 过吗？没有。那没事啦。真心的朋友才可以吵架啊！你有赶时间回家是不是？也没有啊，就前面这一段都会剪掉啊，先颁奖了吧。不会，因为这边我们讲没有那么多，对，我真的我们要多聊一点。不是还有表演啊，还三段表演啊。他喝高粱啊，还有马利欧跟那个潘老师的情谊，也是在我们节目中听了很感动啊。因为这是真的朋友啦，真的真的朋友，我不会干嘛要讲我是假的？你讲一下，讲一下，讲，就给你讲。那其实我觉得上 A 四姐的节目，其实对我来讲是压力很大的，因为我说真的，我不是在恭维您，因为这个节目是一个指标性的节目，我去上了之后，第一次来跳舞，跳舞播出之后回响也蛮好的。很多人跟我讲说，你居然可以上那个节目啊，就是能够上这个节目，是代表你要到达一个高度，你有一个认可。其实也还好吧，我跟讲的真的一样，没有太，我是这么认。你去公共电视录影，你不疯了？对啊，是我是这样认为，就是我会很珍惜这个，对啊，我是很珍惜这个机会去表演，所以我会想办法做得很好。你有必要气成这样吗？他最近在演警察，所以他会一切都以刑事的方式来争辩。正气凛然。真的很喜欢我们，喜欢不行啊！对，慢慢慢，快点快点。快个屁啊！他们着急什么？是真的。哎呦，是真的真的。吴尊吴尊，对，就是这个节目收视率真的是高到，就是你录每一集，然后讲过每一句话，大家都会听。真的。你有没有录哪一集，然后回想大到你自己吓到？我是要谢谢那个不息地，就是。让大家真正能够分得出吴尊不是鲶鱼哥，重要。我跟你讲，是真的是我，因为我今天刚去主持一个开幕活动，然后一个弟弟就跑过来说，哎，我有看你那一集，我才知道原来你跟鲶鱼是不同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，因为这节目收视率真的很高，所以让更多人看见我不是鲶鱼哥。对对对对，所以会我觉得就是那个回响，其实新闻啊各方面都蛮大，但是也是很享受在录影的过程。对，然后私下还贡献了很多精彩的故事啊。潘哥，你要不要把衣服换一下？对，怎么了？怎么有人搞错？我搞错，我跟谁？孙生啊？不会不会不会，他跟我真的没有分手。聊一聊，这样比较快走出来。我们都是这样互相勉励。对啊，互相因为好朋友嘛。哎，对，我对这个节目贡献就是。拍是怎么回事？你的节奏好奇怪，就是每次来上我们节目都会有一种很奇怪的 tempo， 就是以为他讲完了，然后
很奇怪。对 ，OK， 好，我们可以开始颁奖。可以了吗？可以。OK， 好耐烦了。我们接下来要颁的那个第一个奖项呢，是燃烧生命颁底奖。然后这个奖项呢，可是由我们全体的工作人员共同投票选出来的。哇，都是。对，因为其实呢，那个幕后的工作人员可以看得最清楚，说哪一位班底呢，不管是在准备功课上面啊，或者是真正在节目上贡献的是最多的，所以这个是非常精准的全体投票出来的一个结果。好感人。所以呢，我们有这个投票的画面。啊，你们幕后工作人员不是才八个人，有什么好？不要讲话，不是，我需要公平，是，我需要那个大数据。抱歉，抱歉，有了有了，好了，三十了 ，OK 了。哇，哎，投的很激烈，很凶哦。对，大家各有所好哦。你们现在心里会有紧张感吗？忐忑感？会啊。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我们那个好胜心没有那么强，就是有一位好胜心比较强的今天没有来。工作人员投票，我们这边晃来晃去，然后 Peg 就说，嗯，谁会得啊？没关系啦，都好都好。然后工作人员化妆师又说，你们也太 peace 了吧？因为之前有另外一集，就是有很多班底的投票嘛，然后好像有些人会比较 care， 比较 care， 比较不 care， 就是韩服嘛。报下韩竹的量，因为韩竹跟我们私底下还不错。你也先跟他切个锅面了吗？但我觉得这个只是一时的，没有。但这个只是我在讲，他真的很在乎这个节目。就那时候你们办那个班底颁奖的时候，他是真的在我们每个群组说拜托帮我投票啊，有每一个群组哦，然后他是就是很认真艾特每个人说帮我投了吗什么这样。那他有得吗？那天冠军是他吗？是他，是他，因为我朋友在那个股市群组，然后我发现韩竹很可爱，因为他后来又传了讯息叫我帮他投票，他说他画的那个做泰迪熊，然后他想要得第一名。啊，梁迪熊，梁迪熊，那也是我们去参加，还有猫的。然后我就回他，我就说，请问你赢了这个要干嘛？他说可以再得到一只啊。我说你闲不闲啊？所以他今天没来，代表他可能不会得奖吧？对啊，全部人都有，全部人都有，所以他还是有机会，有机会是不是？哦，他有派那个啊，就是帮他讲感言的人来啊。如果他得的话，这么盛大，哇，这么了不起哇！有带领哦，啊，哇塞，所以不输金钟奖啊。接下来要来公布的是燃烧生命颁底奖。哎呦，哦，紧张表情，就他们紧张表情，第一届了，得奖的是，哎呦，莫大叔，得奖的是，哎呦，莫大叔龙，下，菲比，不是吧？他哪里说哪里？因为小宋的关系吗？果然变贵。菲比娜不是应该得奖吗？还是我要讲？因为我们那么多意见呢。对啊，我们觉得有 bug。资格吗？啊，那不是这个意思，应该哎，也可以同时两个人投。OK 了，因为我确实真的为了这个节目，真的贡献了很多。比如说，我整形的部位，我妈都不知道的，我在节目上。是哦。抽脂，对，其实很多超多网友来私讯我说，他们没有勇气去干嘛，甚至他们连鼻子，他们想要做什么注射，我都会给他们很正确的，就是我当初面对的事情，我都把它当做意见给他们反馈。对，我就实际上我自己还拍我就是刚抽脂完的照片给他们看。哇，对，我就分享给他们，就说哎，会有这样的后遗症哦，你们自己要确定这样子。哎呦，我觉得他很容易跟网友走心哎，然后又跟网友吵架。你说菲比吗？他有在限动，哎，我们没有蕊过哎，我们上面。我要听一下。
跟网友吵什么？就是他每次在限动说，你说我的故事假的，我告诉你这个，他找了很久，他以前怎么十年前的照片，然后截图，然后呛网友说这个就是当时的照片，然后每次扫过我就想说，嗯，你为什么要跟网友认识？然后用他的限动回一个很陌，我还会骂他说，我就是找到以前就是真实发生这个事情的限动，然后我就说你的人生是太无聊了，我觉得你也无聊，还要去呛他，无聊，哇，很走心。好，我们现在颁发这个奖杯，敬业班底的奖杯，棒棒棒，犀利，颁给你。而且我每次来录影，我录一集，我会带四套衣服，因为我还会就是，你看刚刚很多人的耳环、首饰都跟我三幺，对，然后常常有人衣服来不及，然后也是我就提供给他们穿。哇，所以录四集会带，我带四集大概四倍嘛，16套，真有真假的，没有啦没有啦，差不多带。录四集我一定会录带到8套，就是我一定会多带一份道具。哇，对，好有贡献哦，真的哎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啦，哇，好棒哦，敬业敬业，要讲一下感言吗？在那边。就是我真的很感动，因为其实当初就是要来试镜班底的时候，我其实对自己一直都是很没有自信，所以我才会一直想要改变我自己。然后因为这个节目让我更多人看到我的时候，给我很多肯定，那我就觉得原来我是很好的。你很好哦，谢谢。不要要哭好不好？卡在一半，我们对啊，那是我的心，然后我是真的很感动，我的泪光，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没有泪光啊。你是吗？真的很没有自信。你哪有？没有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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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就是因为这个节目，就是认识了很多好朋友。所以你在没有在那个节没有上那个节目之前，我没有朋友。有啦有啦，就是认识很多女强人，然后他们常常鼓励我。可是你自己也开了猫旅馆啊，你自己也是创业家啊，你会？可是就是内心会有很多很多的不肯定，然后我就是因为我一路来想说这是哪种猫啊？有曾经忍不住，然后就是因为一路以来，就是创业的时候，其实没有什么人知道我这间店，然后因为这个节目有更多的曝光，所以就是也带来很多生意，对，所以一直很感谢这个节目，谢谢 B 兔哥当初正式，哇，赞赞，好了好了 ，Wonderful， 没有啦，这是故意的啦。小心机啊，小心机，难怪会得奖。对，但是 Baby 是冠军嘛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讲一下二三名，因为他们的贡献也是非常非常多。冠军啊，对，所以我们的第三名是 Sabrina。哎呦，是我。对，我也是很莫名，可能就是因为我做人就是比较直接，然后讲话就是讲我真实的故事，然后就常常会有一些额外的风波，对对。贡献很多流量，贡献是这样吧 ？OK， 可是那有造成你的困扰，对不对？因为很多人也去攻击你什么的。对，但是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就是做我自己，所以不管他们怎么攻击我，就以后我还是会做我自己。哦哟，哇，还是爱工程师啊，冲上去了。然后我们第二名呢是张宇，哦，张宇，哇，很意外耶，为什么很意外？因为我觉得就是。我觉得这个节目我也讲了很多很多我没有讲过故事，比如什么初恋男友啊，然后什么婆婆啊、老公什么的。是。然后我也是，你讲很多你的私生活啊，有吗？对。然后我也讲了，因为我觉得跟大家真的交了很多好朋友，很开心，像我们会一起去唱歌啊什么的。然后也真的就是这个节目，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，每一次来录影都好像进入一个图书馆。然后每次来的来宾啊，然后他们啊，都像一本不同的书。哇，圣光！好高级的比喻哦。我们不是这种结尾。哈哈哈哈哈！比喻不是这种结尾，
马里奥比较 over 还是章鱼？两个都很 over， 两个都超 over， 那你帮我拍起来好了。你讲那个书，我真的要吐了。每一次像我们本来生活圈可能就是有自己的一个范围，可是因为不同的来宾跟朋友们，然后碰撞在一起，你就会看听到很多别人讲他的观念，然后你就会很多新的东西 input， 你会觉得你的生活变得更精彩。然后像在这个节目之前，因为我也是一个妈妈，我很少穿很裸露的衣服。然后上次我另外一个经纪人来就说，你现在怎么都穿这么露啊？然后我说就是来布西地我才会这样穿，因为其他都穿很露，你也想说要拼一下。而且我就觉得说，在这个节目你可以放肆的做你自己，你可以切换角色，就当你自己，你不需要是妈妈，你不需要是谁，你就是你自己。然后你可以讲很多正能量。我有很正能量吗？没有吧，我蛮暗黑的吧。他其实看起来很暗黑，可是他其实在我们就是很低潮的时候，他会很给我们很多很多正面的鼓励。不要太正能量了。这个节目在应该说整体给大家的感觉，因为有时候网友会私讯我，就会说你们这样子会不会有什么小团体还是什么的、啊？对对对。但是其实我都会跟他们说，因为有一次我还为了这个写一篇文章，因为太多人问，他说怎么可能没有？我就说你去看他们的 Facebook， 我说没有人有时间。他们说怎么可能？我说因为每一个人，我说真的是老板的人，真的要做事的人，没有人有时间去看别人在干嘛，或者是把时间花在讲别人事情。了解。我要告诉南方的八卦。在过年的期间，没有许南方真的很，他是真的很可。可爱是天兵到一个不行，他每一次回我限动，他都说我想摸你内内。什么意思？不，哎，这你就有兴趣吗？什么意思？性骚扰？什么意思？因为你现在职场性骚扰，你现在职场性骚扰，然后什么意思？内内内，对，我就觉得，因为许兰芳很喜欢胸部，然后我就觉得我已经。你有给他摸过吗？有，他每次来都直接这样子啊。他刚后台也在摸。我就觉得，对啊，我已经觉得我的个性够 man 了，然后他更像一个老男人，你知道吗？他是认真的在享受你的胸部吗？他认真的，他每次过来就这样。哎呦！然后就说你够了，你够了。然后他就再过来打招呼，他都这样，就直接这样。对。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摸女乳啊？我喜欢看大胸部的女生，我觉得身材很好，很赏心悦目啊。你要去捏一下那个小心的，对啊，摇摇的。不，没有认识的，我不好意思走过去，这样就是性骚扰啦。小心，我现在认识了，小心愿意吗？认识啊。我们摇过你大宽的，不行啊，都可以吧？哎，你们。对，因为很多，因为我看见很多网友都说什么，不惜地到后来很像康熙还是什么，但其实私讯或是寄信给我的人，他们有发现说，应该说我们这些班底让他们觉得做自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然后不见得一定要用某个框架框住自己，然后他们也因为这样子，因为这个节目，因为 S 姐被鼓励，哇，好正面啊，好，谢谢。但是因为就是我怕还是会有些人在意自己的名次，所以我再多补一个好了。第四名是韩族。他一定很气，他一定很气，很在意。我不知道，我随便提，我只想说讲到第四而已，我随便提的。什么事？我可以爆韩族的料哎，可以。因为昨天我在跟他说我要来录这集，然后韩竹就已读，然后他就说真的有你吗？我就说有啊有我啊，那明天见喽。韩竹说可是明天这集没有我，受伤，他有点走心，我还安慰他哎，我跟他说没关系啦，大家都轮流嘛。他说可是这集好像蛮重要的哎，我就说那你可能就不重要。日本带回来的饼干吗？然后就拿一个饼干拍照给他，他就留一个哭哭的那个贴图给我。他好像真的很想录这一集，他很想录。而且他那个饼干是他本人没有到现场，我帮他一起带过来的。哦，对，哇，是为什么不发韩叔来啊？今天韩叔长什么样子啊？可不可以让我看个照片啊？他就是下载是这样，他跟腐竹不一样。我们跟他有没有？有没有跟他一起录过？有。他是做什么的？讲话很多。讲话很像有压力，有啦，你一定记得。是吗？讲话很像，哎呀呀呀，看到就知道。他又要走第一次。因为他们不知道
韩族什么时候回台湾。哦，他不在是？对，因为我记得他跟他在日本碰面。哦，有碰到，没算准。所以韩族不是故意不发你的啦，是因为你自己时间我们很难抓。然后你第四名也很好了。好，接下来要颁发的第二个奖项呢是鞠躬尽瘁艺人奖。哇，鞠躬尽瘁，鞠躬尽瘁，等于他们该走了，快去了。哦，对，谁可以玩那么大？那就赵哥，应该是你吧？不是我，金星男，我不可能了，我不会。有人觉得是自己的吗？没有，鞠躬尽瘁是什么都会的。鞠躬尽瘁要很专业，要很敬业，我那么敬业。我觉得有可能是吴尊的，因为他被烫那个热水，感觉快死掉。有啊，哦，对对对。我被烫到那个，他没穿衣服，然后烫真的吗？对对，我那天当场差点鞠躬尽瘁。他硬要讲就对了啦，硬要讲哦，差点喷到牙龈啊，我连差点连牙龈都不保。这样可以得奖？哎，有机会啊？怎么了？你质疑吗，赵哥？有入围影片吗？来看一下，看一下入围的 VCR， 看一下什么鬼啊？布希蒂鞠躬尽瘁奖入围的有关韶文。你看，太 real 了吧？然后这个完全没 real 过，有没有很紧？有点像哆啦 A 梦，我觉得很紧，有一点像，很紧，百宝袋，吴尊，什么腰啊？可以修乳的，这个人真要做。王思佳，我还两段是，不要杀手就是我本人。小黄瓜事件你还记得吗？你不知道是谁吗？那人就是我啊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他不好意思，那我帮你挑掉。然后这个女艺人就说，可是你挑掉还是会有小黄瓜的味道。然后那我就说，这人不就是我吗？庄绮慧，应该说我出道第23年了。我从来没有任何一条绯闻过，认识熟的男艺人大概10个熟都熟头熟女头。都指得出来了。然后我们的下巴额头，然后我们的鼻子眼睛也可以稍微带到，然后再来脖子以及后方的脖子，手一定要那么柔软吗？对，一定要柔软。你开脸部的时候也需要吗？大动作。潘若迪，好低哦，你是不是在夹奶头？因为太紧的关系。没有，我是全智齿。这张很低，对不对？超低的。对啊。我有。上课是正常的。对啊，有是怎样？我没有看过60岁的奶啊。真的奶。对啊。而且奶头好黑哦。肯尼，肯尼。小优，到底要救我几次？这是第二次了。你这个叫做没有化妆。因为我刚刚正在跟朴实生日大餐，然后我还跟寿星下跪说对不起，我先去赚个钱。对他们又要救我，他们要聊下面很痒的故事。就想一下，因为有一次我就是买了，他是小优哎，加上小故事，一定痒的啦。然后就突然觉得胸部好痒，好痒。好，谢谢。赵正平，每天早上最少30个，滚了，干的哦，不是贵的哦，不是九，发抖，十，这样可以过，一，还有十个，还有十个，我今天要喝酒，我要喝酒了，每次都做10个，他那么爱生气了，我手好，常常笑了，画多久？你要画多久？可笑！你讲话好好讲啊，好好讲啊。到底是谁得奖呢？以上的这个对，我们要来公布这个鞠躬尽瘁艺人奖，得奖的是赵哥啦，小优。因为小优连续帮我们连续救火了2次，对。
我真的超级感谢布希弟，每次就是找不到的时候都会想到我。救我才找你，他在救我，救什么火？没有，是有一次是开路前，比如说30分钟那种，然后就真的立刻就跟我说，然后我就赶快说，好好好，我来帮忙。然后另外一次我们是要测试谁是最够义气的艺人，对对对，他过来，然后赵哥就那个说。谁养啊？谁他妈要聊这个故事？哎，没有，我们说渣男，渣男，渣男，对，渣男，对。他就骂了好长一段，说不去，然后只有你来。哎，我真的，一接到电话马上叫车，然后还在车上想等下要聊的故事，我真的不知道那一集。下面养吗？对，下面养。然后我真的不知道那一集是来玩，就是救我的。我还想说等一下那个怎样怎样怎样，然后在车上大补妆。然后真的因为是我朋友的生日的局，我真的还跟我那个朋友道歉说对不起，我等下就回来，就其实是有点不好意思。然后我一来，大家就要录完了，剩5分钟。我说，然后他们还说小优你可以领通告费，我说这样也可以领。然后我就很心虚，那就觉得只要是布希弟需要我，我一定都会来。老师，你也让我你丢掉好啊！太敬业了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都是他，都是他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谢谢你这么够义气，谢谢啊！没有钱他来不来？你那天其实是有想到你哪里痒的一个故事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不要补讲给大家？要补讲是刚好痒，就是上回讲到啊，上次已经在 Roca 了，好像是讲说。哦，好像是讲说那个，我当时为了要就是要取悦我的男朋友，就是上网买那种就是便宜的那种睡衣，就蕾丝的那一种，然后那个蕾丝就刚好在这边，然后还有这里这样子，然后结果后来呢，就是可能哎，过年年初过年那个费用，对啊。颁奖的途中呢，等一下那个布希弟 Girls 要有一段精彩的演出，我们先请他们更衣。太好。小姐布希弟的 YouTube 居然开放会员了，只要加入会员的话，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属徽章，还有机会可以来看小姐布希弟的现场录影哦。只是还有机会而已，还有机会而已，反正就有可能。好了，接下来要颁发的下一个奖项呢，是让希弟笑呵呵奖。笑呵呵，就是把我逗得最开心的是笑。对。可是很多集我都笑到哭哎。你还笑快了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笑呵呵。我们有那个影片吗？是由 S 自己选的。哦，我自己选的。你自己选，那有人觉得自己？哦，我有被我对一个人印象真的非常深刻。阿姨。有人觉得是自己吗？我觉得有可能是吴尊哎，我觉得像孙生啊，那个很好笑，吴尊或孙生啊，孙生啊，地精哦，那个是吴尊或孙生啊，没有，我这边还是赵哥，我应该不可能，我不可能，我觉得一定是齐慧姐，因为她讲话一直撇音，啊也有可能，笑得蛮开心的，对，有可能，很自然的笑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可以来这边逗大家开心之外，逗你开心也是，没有，你那个。出更的情况，出更，你还出草嘞？我还出啥嘞？孙，你觉得你会得奖吗？我啊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身为一个搞笑的人，我不知道哎，我觉得有机会了。希弟姐喜欢的话，那当然。你第一次，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上完我们节目之后，我有说你，我觉得你讲话 tempo 很有风格。哦，对啊，就是我还记得。就是有殊荣了吧？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我觉得这是莫大的殊荣。对，所以我会觉得很开心、很感动。可以哦，就是从小看康熙长大，好了，可以了，直到现在，就是你是我们的典范。多了，范出啊！我没有像一本书哎，一本书在什么书的什么鬼的，大家都有。好，那要公布喽。好，在那个希弟心里的这个让希弟笑呵呵奖，得奖的是武少，恭喜武少！武少是谁？武少，不要哭了！哇，
大哥大姐，这一般的小姐姐们，马上点光了。今天的红毯摄影师，场上摄影老师，是谁啊？老师好，他是摄影师，摄影师吗？吴少老师有一次要上我们节目，然后就跟他聊天，就发现他很逗趣，对，是不是可以看影片？我们可以看一下影片。好酷啊！让犀利笑呵呵奖得奖的是吴少。听说你是很知道非常多厉害的拍照景点，所以这张是你拍的。Sure, of course. Wow, nice.你不可能 miss 掉，只拍到了飞机的尾端，或者是什么？一定是整台飞机。九二，恭喜吴尚！九二，你有没有很震惊？你会拿到这个奖？受宠若惊，受宠若惊，哪一个诺啊？九二，因为我听说这个奖原来是 S 姐最想见的人奖。嗯，那我要准备一份小礼物给 S 姐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还带礼物来，照片应该是不错的。照片吧，对，哇，照片，这是我2023年个人的桌历。而且全世界走一本啊，就一本，这个你做的吗？对对对对对，还在哪页还没找到？那是还是我最胖的时候。这本那拿去当杯垫吧，当杯垫。还是亚洲人想要？我不要。好不给面子，你们好不给面子。还要哎颁奖吗？那给他。是是是是是。哇，只有唯一一个哦。幽默的，没错，而且又有自己的专业，这个很不容易，真的。所以再让我们回味一次那句话。说，我会说那个得奖感言。来一下，感谢不犀利的评审团，尤其是评审团主席 S 姐，就他一个哎，其实是我啦，我知道，对，那谢谢 S 姐给我们素人界一道曙光，啊，对，他提醒了我们，除了专业技能，也要有这个培养幽默感这样 ，Yeah， 然后呢，我会继续努力，让 S 姐以后每一次看到我都会很sure的笑，对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吴尚，谢谢。请去外面拍照。好，外面拍照。帮我们拍，帮我们拍。OK。好突然的一个奖，好酷哦！是克林，超突然。怎么办？搬完之后，感觉马哥的脸很僵哎。差不多，我们该走了吧？该收了吧？啊？失望吗？也累了，差不多。是有可能有。他们来，然后却没有得到奖。对，上面几个奖，有的，不是每个上面几个奖，是三个了。现在出来了，那这么多人怎么抢？不是旁边有人吗？今天不是那么多奖，没有。通告啊，剩下就你们了。对。那怎么抢嘛？这怎么弄嘛？对啊，你干嘛那么走心啊？可怜哦，真的，今年金钟没有入围就已经很闷了，然后现在又来。好走心。只是一个节目而已，你干嘛？对，我们很在乎，我们很在乎啊。头发去剪，然后跟人家借衣服这样穿，哎，那不要录好了。不是抱一点希望，感觉大家都有机会得奖。对，下一个奖项呢是18般武艺奖。哦，多了。哎，你有跳舞啊？我们就只有一个武艺啊，哪有什么18般武艺？搞不好就中了。吴尊也可以啊，吴尊也有啊。模仿，然后吴尊的超人啊，跳舞一招而已。孙生也有啊。我觉得有机会，吴尊。孙生啊，关少文也会唱歌啊。对啊。对了，也有唱歌。能听吗？唱歌，他妈跟鸡在叫一样。真能听啊！好听，好听的。你只有每天都讨厌啊。对啊。大过年的，负面的。你们觉得不是自己
是不是？因为我们也支持我们这一点点，可是他们像，我觉得吴尊最大，他的模仿，他的模仿有机会，他的那个是比较大，一招而已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入围影片。好。十八般武艺奖入围的有尊生。艺人最会胃溃疡，自己编的吗？对啊，都是我自己想的。答案是那个 G Dragon G D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胃胃溃疡，带着溃疡，胃胃溃疡。关韶文，我爱你知不知道？曾经。西游面纸学生时期很贵嘛，一盒都要70块。对，我会把它整个撕开，涂完就不油了。我一张可以用一整天。不会爱一筷子，给人生好奇怪。吴尊，特别不要去那个七股岩山乱尿尿。为什么？啊，因为尿道炎啊。宝安桥头高雄门道火燎，度了资本台的棺材石上，动你一缕泪水，收获花脸新的书啊，罗东迎来娇妻，辛普森。消防队吗？这是个阿姨在洗铁路了，阿姨洗铁路了。马里奥，哎，火神眼泪是不是有温升豪那一部？就演什么阶梯吗？我演火。我演火，后来被扑灭了。对对对。哇，穿红色的衣服在那烧。对不对？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颁发十八般武艺奖，得奖的是吴尊。你看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他那个真的厉害，厉害，他真的很有才华。没有这个模仿，上趟你不好意思哈。不会不会不会，我有点上瘾了。穿烫啊，穿烫。但是那一集真的是我印象很深刻，是因为我记得说那一集好像说，哦，我今天就来大概就是聊聊天。你右边鼻毛外露，真的吗？那是故意的啦，故意的，那是故意的，这是造型啊。就是我觉得那一集也是让我蛮挫的一集，是因为真的是完全临时。然后我那时候讲啊，真的假的？我要表演吗？我在跟你对话的过程当中，我其实已经在想我要表演什么。哎呦，所以我就尽量一直去试，去把时间拉长一点，我可以想比较多。结果表演得很好，就我自己也很惊讶，就是我没有想到说怎么会突然被 Q。嗯，对，但是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，就是有点像是变相在一个训练主持的一个感觉。哎呦，恭喜你！走在路上的时候，就有人问说啊，你有没有想一些即兴的梗啊？搞不好等一下突然 Q 你，我说哦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哎，所以有想啊？我没有想啊。你应该有想吧？应该有一小段吧？应该有吧？刚刚你定了，一定有。来个，欢迎吴尊，来个什么模仿加冷笑话啊？结合啊。完了，不。好来。啊来。大家好，不是啊，我想是这样的，那个突然这样 Q 我出来了，我想这样，以后了，我是台北市长嘛，以后尽量早上跟中午 Q 我了。因为早上跟中午是讲早安跟讲午安呐、啊，晚上 Q 我是讲晚安呐、啊。我现在听到讲晚安我就很生气了。这是我今天下午的表演。好了，很厉害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接下来要欢迎我们的布西蒂个人。哎呦！
真的很厉害，一群女老板做这件事情，你们练多久？不好意思，我们练三天，才三天。嗯，而且你知道我跟 Miyaki 是以前完全不会跳舞的人，然后就是接了这个，我们压力超级大。谁说看得出来？好没礼貌！我那时候也是吃饭的时候，手还边吃，然后手还这样，然后我们员工要帮我录下来，说老师你真的很认真，真的。就是除了白天要剪头发、吹头发，然后还要比那个动作，然后我还很怕忘记。所以今天手都肿起来，然后就贴上，他说因为我就用错地方，只想要把它做到位。哇！然后每次洗澡，因为那个片子都要老师的舞，然后要把它变成很慢，然后一个动作一个动作，然后对着紧张超白痴这样学。好感人哦！你们那么忙还要练这个，但就是希望就是可以跟上你的脚步啊，你就是跳那种，哎呦，你们很跳，对，跳得很有味道，谢谢。除了你以外。Peggy 妈咪觉得难吗？我觉得超难哎，真的超难，因为其实每次练舞都是快要接近凌晨时间，然后大家已经工作一整天，然后还有一次练舞是他们超包容我，就是我连两个孩子都带去，因为当天就找不到我的拳馆，然后我还陪他孩子先玩了大概一个小时，放电，然后让他我推着他们跑，还叫他们做那个伏地挺身跟仰卧起坐，对，超累的，会这样跳小孩了，魔鬼教练真的蛮崩溃的，所以张玲是表演起来很自在。对，就是如果跳舞，因为我之前就是有跳舞的，女团，对，所以就，但是他们真的很认真的，因为他们很紧张。我说放轻松。可是你刚刚连嘴型都对上了，全部只有你在唱。看得出来了 ，Lisa， 你连嘴型都对上了 ，Lisa 表情 ，Lisa， 是 Lisa 慧 ，Lisa 慧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跳的最棒？我就要给自己的那种自信啊，因为我觉得跳舞要跳舞的人会这样比较自信，对，会有一个要一个感觉。谢谢你们的表演，用心用心用心。那接下来要颁发的下一个奖项呢？只剩下两个耶，差不多了吧？哇，剩两个，是什么？不吸力通告网。哦，那就通告网，那这个就不是用投票决定了，这是我们申请的数据啊，潘老师了，没有吧？没有，我这几次而已。赵哥也很多，我也没有，没有，这节目一年我来不到，来不到八次。可你从上八次，来不到八次，来不到五次吧？27次吧？我大概五次吧？你要白讲啊？五次。我就有照27次厕所，他是你们敢跟潘老师？没有那么多，没那么多，我真的没那么多。潘老师或赵哥，没有啦，我大概才五次吧。那潘老师超过了，跟我绝对跟我没关系了。潘老师就超过了，潘老师至少十来次。你是球星也来啊？我算很常来吗？对，算很长哎，算常来，有机会了。今天都穿这样了。那这边的价钱最低的应该就有可能了，应该是我吧？那我要拿第二个。我是最低的吧？好的，哇，直接公布第一届不吸地通告王奖得奖者是谁？赵正平。这整年他来不吸地通告的次数呢，总共是来到了8次。哇，非常之高！你才100多集的8次，有什么好讲的？这个，那你回去啊。哇，那我们给马哥，马哥你没有拿到。没事，你到底要不要嘛？不错，通告8次，很多。而且为什么发那么多次，代表你有效果，还有收视率。哎呦，好棒哦！那这都是毋庸置疑了。不过还是要谢谢了哈，谢谢东森啊，谢谢东森，谢谢那个 B2 啊，谢谢主持人，哎，谢谢所有的这些同事哈。如果没有你们大家的话，我怎么今天有办法？对不对？哇！你怎么会得奖？而且说实在，你怎么虚假了？虚假！现在变了。如果没有你帮我加持，我很难继续来这个节目啊！好玩，你怎么演这种？你是哪一出啊？你我也是，我也想要哭啊！哎呦，对，真的太感动了，就哭了。来，你闪看看，来，你闪，闪不下去了。太感谢了啊！居然可以通告榜，谢谢大哥，太感谢，谢谢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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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觉得今天如果谁没有拿到奖，会最走心？我觉得马丽啊，潘老师也是，潘老师也会。我跟你讲，我跟潘老师不会，
真的不会。我觉得你会耶。我不会，我是那种人吧？你是，你真的是，会吧？是。大陆影城感觉不会了，心事重重。对啊，对啊，心事重重。没有，是因为我明天要拍戏。对，压力很大，抱歉。所以只下一个奖哦。哇，不会了，不会了。对，其实不会了。那我还是可以公布一下，其实那个通告网的第二、第三、第二名，潘老师是那个，其实是小优跟瑶瑶。是瑶瑶，同时并列第二，是不是？是第二，他们来次数是一样。Oh my god！ 好开心哦。是，对不对？好，最后一个奖喽！接下来颁发最后一个奖项。天哪，最后一个！天哪，非常厉害的奖项，收视救星，它叫做布西利收视救星奖。收视收视，这一个很扎钱，救星达到了那个收视最佳最佳吧？最佳的，因为他们家这两奖是有很关键的东西，引爆炸弹，对，有入围影片的那个潘老师，潘老师。为什么？因为潘老师自己下跟我们说，他收视率还不错。哎呀，你有去调查吗？我什么时候从来就没有讲过这话啊？没有啦，哎呀，我从来潘老师他有他的受众在，还是有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施佳姐，对，没有，施佳姐讲的那都是很，我觉得，可是我潘老师在，我觉得应该是潘老师吧，他都是荣民在看的，应该是施佳姐，因为我每次只要，因为有时候比如说像我播的，我录的那一集 CD， 然后我就会去搜寻，每次前面都是施佳姐，对我看，我只要搜寻你们节目，都是施佳姐，对，我觉得是点阅数最高。前几个，对，而且因为这个奖项是讲的都是电视的，然后因为之前我都是在网络上看，尖锐，没关系啦，今天没得奖，大家也不要灰心嘛，明年还有啊。好的，得意嘞。接下来我们要来颁发的就是布西利收视救星奖了，到底谁是最高的收视率得奖者呢？就是我们的。黄乔欣，哇！有黄乔欣的那一集呢，收视率到最高是到达了0.86，哇哇 ，almost one。哦，狗狗那集是吗？啊，纯欲系，我们拼的那么惨，如果收视最好啊？纯欲系，我不是先穿了一件那个很纯欲的，你说我怎么有脸穿这件来的那一件呢？对啊，对，不是我，有点尬聊哈。蛮惊讶的，对啊，我刚刚都准备拍手了，你看我手机在这边了，我想说，好了好了，没想到是你，哎呦，我得奖了，哎呦，尴尬了，得奖了，谢谢，尴尬了，尴尬了，自己也吓到了，谢谢，哇，好厉害，谢谢，然后就很开心，哇，得奖感言，得奖感言，就我完全没想到，真的是我可能以为会是那个狗那个事情哭到稀里哗啦的那种，那个我觉得 maybe 还有可能，陈玉欣那个我真的吓到。哇，原来那个，可是你说被批是怎样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而且你还记得吗？那天我五个女生在那边，还是六个啊？对面十个男生没半个选你。哦，对，没人选你，完全没有人选我。那时候内心其实有点受伤了，因为拉拉她已经结婚了，也有人选她，他们都不选我。啊？对，我就觉得。所以观众喜欢看你狼狈的样子。应该是吧，谢谢。可怜的样子。哎，很棒哎，这个。对啊。这好好哦。恭喜你。好了，翻完了。好了，开心了。好，好。要不要借你们一人拿一下？拿一下，拿一下。谁是看？怎么那么没品呢？拿下来，潘老师，潘老师，潘老师，拿下，拿下，拿下。什么东西？干嘛？打菜，碰到他。还碰到他。过年了，过年了，有晦气。分享嘛，对不对？不用不用不用分享啊！好朋友，对我们办这个颁奖典礼，主要是要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因为我们节目毕竟是一个新节目，然后靠你们的故事，然后分享你们的人生，让我们节目有很多人看，感谢你们，谢谢我们的班底，感谢你们，还有我们的 Shore。
马上就要告一个段落了，而明天就是大年初三了，是，新年快乐。小姐不惜地的颁奖典礼，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，叫做好。犀利，犀利最爱奖，犀利最爱奖，就是一个你非常想见到的人，我们非得拉出棚外才能见得到。因为这个人实在是，他好像最近行动不便还怎么样？乱讲话，乱讲话，没有啦，他行动不便是因为他最近在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是，所以为了他。我决定走出棚内，走出，你看我穿这样走在这个室外，你看搭吗？超不合理的，对啊，有点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。可是为了他，我的最爱，为了把这个奖项亲手交给他，我一定来这里见他，让我们一起隆重欢迎。白痴啊！你们上面写的蔡康永了，还以为多神秘。对啊，明明就是蔡康永。我可以答应你三个愿望，你想要变更老还是更瘦？原来不是康永哥，是神灯啊。你们来找我干嘛？不是神灯，你们来找我干嘛？一个，你一开始是不是很不看好的我的节目《小姐不惜地》？你是不是很不看好他？谁告诉你的？我自己猜测的。你那种就是你知道很喜欢看人家好戏的心情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节目应该撑不了多久？现在多久了？一年，而且还一年，而且才一年，我们就办了盛大的颁奖典礼呢。你就是生怕再不办就来不及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奖一定要赶快交给你。是什么？因为我真的很怕你。哪一天突然消失了？终身成就奖这种东西吗？你看到我发，你先。好，我先镇定下来，是不是？这个奖是发自我内心的。OK， 好。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得到这个奖，除了你以外。真的假的？什么？是什么？啊！最爱吗？基地最爱奖了。怎么那么好？你老娘还专程为了你穿华服，然后跑到室外来录影。今天是租的吗？借的，但是一般艺人借不到，因为他们品牌太大了。OK， 我就说链接是整个品牌都很大，没有人会误会好吗？只有他们愿意借我，所以是特别就是怕我已经不在了，就拿奖来给我。我们一直 double check 说，你确定他人还在吗？还在世界上吗？他们说还在，还在，他现在很忙。你今天谁啊？我今天吗？嗯，我今天是你本人是谁啊？我本人是派翠克，没有吗？我们有一起上过阳明山，我们见过对不对？我们一起上过阳明山，有呀，对对对对对，很棒啊！真的辛苦你了，他还要继续待下去是不是？整集都在吗？你如果不希望的话，我也可以先让他先回家。对，因为旁边有一些那个饮料店，我可以去喝一下。我问你啊，我们现在是站在路上，对不对？是。就刚刚经过的人是认出你比较多，还是认出 S 比较多？哎，应该是先看到 S 的服装，然后认出我也站在这边。让我们问一下嘛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请问一下，你认识我吗？谁？小姐，你叫我小 S 叫吗？徐小姐，你要安装哦。本名你叫得出来吗？那你认识他吗？谢谢你，谢谢。祝你健康快乐。怎么可能？你们 C 的不好笑，好不好？没有 C， 我们没有 C， 你们是真的好像不认识我的人，这样根本不好笑。我们没有 C， 这就是世界的真相啊！他刚刚真的很没有犹豫就不认识，对不对？对他这样。他想要找蛛丝马迹，可是找不到。所以今天我们只聊颁奖这件事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也问康永哥，因为他说你要不要来看我的那个画展，我想说总算愿意把你自己珍藏已久的那些很厉害的画拿出来展了。他说不是讲我的画，是讲我自己创作的画。我说哈，谁要看呢？你这个哈是什么辟邪的姿势？你能画出什么东西来？好，我们两个人现在先把心态放平。好，我们恢复为正常。好，泰雀可以恢复为正常。OK， 不管刚才遭受到怎样的打击，就是现在恢复正常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从一开始的作品开始看。
我所被分配到的其实是这家大画廊的给新人用的空间，所以当我发现有一个橱窗可以用的时候很高兴，我就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东西。晚上经过的人不少人拿出手机来拍这个照，因为就是 S 回顾他的婚姻跟那个还有回顾我们俩的合作，对，戒指是过程，然后对，康熙只是过程，他最后 S 来到哪里呢？就是来到了这里。有没有人认识 S？ 有啦，你们刚刚那是暗装。不是暗装，我们节目从来不暗装。真的有人认识派翠克吗？还蛮多的。真的啦，真的。你看，康永哥他现在拍剧。这位大哥，这位大哥，这位大哥。问一下，问一下，问一下。你认得我吗？小 S。不是。小心，在店里面有出席。好，请问你认得他吗？要小心。谢谢。不可能，但是我绝对认得。嗨，你好。我觉得内湖，我觉得内湖区的那个 WiFi 需要改善。我觉得应该是讯号。你只活在 WiFi 里是吗？没有。怎么办啦？不会啊，因为两位本来就超经典的、啊，一切只是过程嘛。我也是过程的一环，接下来我也会变经典一点。起码我没有你这个过程、啊，是他才有你这个过程。好了，所以刚刚看到的那个重点就是让路人。就是会驻足，而且实际你可能会吓一跳，就是虽然画展还没有开幕，可是今天早上这个橱窗里的作品已经被买走了。你说那几个字？你可不可以修正一下？就是那三幅作品。所以那三幅作品已经被买掉了，所以定价是由你来定吗？没有啊，画廊定的。画廊用非常公平的态度，就是像我这种没有资历的新人，就完全照新人的价格。所以是一幅一幅算还是怎么样？没有，这三个字不能拆开。你这样拿到纸，你这样拿到纸是两个字，干嘛？哎，纸是也是一个意义啊。对啊，也对，也对。所以如果真的没有卖掉，我就会把纸是就卖给你。可是这个人是三幅都买走。反正我不要过程。你要一切，我知道，这还蛮适合你的。所以三幅如果问价钱，会不会太俗气啊？这不能讲，可是我要给你，可是我可以给你看橱窗里面另外有一幅是周董买的。哎，我没有给你压力哦，所以请你不要因为周董买了，志玲也买了，还有那个张钧甯、桃子他们都买了，你不要有压力哦，你可以不买。我不会要买啊。对啊。可是他一直说要买，因为他说他那个现在办公室很缺一幅艺术品。我刚好劝阻他。我刚刚说你小朋友不要随便乱买，不会，他就立刻给我看他的链子跟他的包包，都说没有，都贵过我的作品很多哎。你知道他花多少钱？他是锁麟囊里面的人物，就是我跟你讲，他是斜杠人生，他除了是主持人之外，现在没有人认识他，但是他的那个饮料店很红哦，而且他还是吃尽，他还是大老板，对，他还自创潮牌。我想问一下，我什么时候开过饮料店？没有吗？是陈汉典，你是记错了。哇，真的，好自由。你还活在康熙的噩梦里吗？你怎么一出棚外，整个人都变了？对，你到底开了什么？没有，我做品牌啦。你有潮店？你有潮牌吗？自己的衣服，所以这身就是你的。没有，里面是。至少潮牌有说对啊。为什么外面不是你的？因为外面就是想说符合今天的艺术气息。他是老板，他没有穿自己的衣服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还没有出外套。啊？今天会冷。你不知道这个答案，我必须要讲那么实在吗？就不要穿外套啊！哎，我们到底要不要进去？我好冷。我不知道是你是主持人还是我？我们进去看真正的画展好不好？什么？好了，那也是真正的。那个很重要，烦死了！艺术家在啰嗦。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？哪件事？就是这些啊。你不能讲出一个正常的字来。你为什么要办这个展览 ？OK。是不是太闲？哭？要哭吗？不用哭。没有，你知道我买一些艺术品。我知道。可是呢，我家里面挂的大部分是海报。我挂的海报都是台币两三千元左右的海报，然后是电影海报，而且是旧的那种。
从别的地方找到的。你是很怕客人到你家吗？不小心刮到你的真机，然后就毁了，是不是？你怎么可能想得出这种想法来？我买到那些艺术品，虽然经过了一些竞争啊，然后花一些钱，可是有的很可怕，就挂出来我会吓到，就是就很大的头啊，对，那类。然后，所以你就是有一个仓库，然后收藏那些。是。然后我有一天就想说，有没有办法有一些艺术品是可以放在我眼睛看得到的角落，是我既不会被吓到，又不会不愉快，而且还能够唤起一些我的感觉。然后又是你的强项。是，结果我就想说，哎，如果暂时找不到，我干嘛不自己做做看？所以我就想要做。然后我的老板就只有说，你就承担后果啊，就是你要知道，第一个，别人不一定会认可你要做这件事情；第二个就是。他说你一定可以靠着人脉，一定可以靠着我的交友广阔去卖到很多，还有可能那是假的，就是你如果相信那件事，你下一次就对。哎，你最近有学到一些相关的成语？都是很负面的词汇。我再想一下，就沧海桑田还有什么？尸骨无存那些都可以。没有，你有计划说你这样的展览，你会再持续每年都办一次吗？一次啊，嗯，只办一次。你要一直办下去哦？没有，因为要看，真的要看这一次的反应如何。因为如果太自乐了，比方说只是因为周董来了，然后周董买一些朋友来了，大家买了以后，我就以为真的就 OK 了。像你来，你就不买嘛，对不对？那就你才是真正的世界。对，就你就是现实社会的镜子。因为我看到一副我想买的，可是却被周董买了。那我刚才扫了一圈之后，其他的文字我就觉得，哎，好像可以不用买。你不认得他们，对不对？我认得他们，可是我觉得你认得字大概就八个。比如说，值得的，你自由了。对，那个已经有人要了。啊？谁买那个？那老板，上市公司的老板。然后那个值得的也有人买，是上市公司老板的夫人。Okay. 目前除了周董，可以讲说他买了哪一部，还有哪位明星？桃子可以讲，他买了。然后张钧甯说他可以讲，然后清风说他可以讲。你知道桃子买了一个我本来希望你买的。什么吗？又抢我的？就因为这个是会动的，所以我可以。你说话会动吗？不是，你从左看到右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看我有做周边，可是是送的，不是卖的，就是用这个做关我什么事，然后另外一面是关你什么事，像心情不好就背出去就那个了，还蛮。它这个袋子要够。哎，可以装奖杯耶。这个袋子的那个长度很合理耶。就是你婆婆跟你讲话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换一面。她说：“阿西弟，你今天干嘛？”然后他还说什么？我说，他说什么意思啊？我说，然后反而更气，我说他是录影了吗？因为你这对长辈来说很难看出来，看不清楚。对啊，我帮你婆婆定制比较清楚的版本。好了，不要，所以就是这边有桃子定的，他本来是根据他们家的尺寸，他选了一个。后来呢，他选完那个之后挣扎了一阵，他就说：“可是我选的这个没有 P 字。”他说：“我需要有一个 P 字。”然后他就换了一个。应该就是对这个吧？对，他本来就选这个。他本来不关我的事。对，然后他还想要 P。可是我很好奇，因为你写了很多很多，就是那种京剧，你那么多文字，你要如何挑出你想要把它做成艺术品的字？因为你字很多哎。对，我弄了我自己准备了500多句，然后删到50句左右。你看，对，看我掉的京剧，很可能不是懒，而是手边在做的是我们不想做的事。这就是为你写的，你现在念出来了。哇，你根本不想站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我想。你怎么可能？我好想。我们刚聊那么久，你都没有讲到话，你怎么可能想要站在这里？我在欣赏艺术。对，所以请问亮出那句话是要跟我聊什么？就是看我都有办法把这句话变成是，如果是因为今天是大年初二，如果变成是你说用这句话来拜年吗？就是有点过，如果加一点过年的氛围在里面会变成什么？这太真了。我努力一下来，一定可以啦。是初二哦。哦、OK。对。哦、oh.。好。我来了。不用。我哎呦哎呦。我知道。可以背下来了。我知道了。
你很可能并不是那么想要回娘家，你只是想要躲开你婆婆而已。大年初二了，你干嘛接戏？你刚那个，你刚喘了一口气是什么意思？你刚说是有共鸣吗？没有啊。好负面的初二哦。我每次回娘家都想说，要不要再带点菜回去给我婆婆吃？嗯，婆婆在家里没有东西吃，是不是？这是我娘家的菜，我想要让她尝尝嘛。婆婆在家都吃不到娘家的东西。我来看你干嘛？你干嘛背着婆婆在娘家吃好吃的？你不要啰嗦，我给你难一点的。你现在是要考倒我，你只会为自己带来无尽的灾难而已，你还要考我？好，这个什么时候？不分手不是因为还有爱，而是因为嫌麻烦。我不要接这句，你们家最近不适合这句话。我叫你不要惹我，你很气，你满身都是地雷，你还敢惹我？好，这个应该没什么地雷。哎，这好大的地雷！我看看，我看，有床，有床，只是起床而已。冰兔，是不是你陷害我？只是起床而已。OK， 你不要带有色眼光来看待这一切，好不好？这是你自己写的文章哦。怎么样？跟我们家无关。你这句话会被剪成预告吧？越描越黑。恋童者的小心思，起床只是为了下次可以再躺上。哎，我跟你讲实话，好有，我写这一段的时候是想着你写的，真的。可以用在初二你那些吉祥的地方吗？好，因为是初二就会想要起床吗？不是，只是因为初三可以再躺回去而已。我们要的是吉祥，这不吉祥吗？我觉得蛮吉祥的。应该是说，初三还有床可以躺回去，这很吉祥啊。应该是说，初二已经结束了，真舍不得，可是我必须躺上去。但是想到明天初三，我又可以起床了。这才是吉祥啊。好惨啊！我知道你的意思啊。嗯。再来一个。初二，徐熙娣好不容易回了娘家，可以躺在床上。可是一想到初三要回到婆婆那边去，她就再也爬不起来。为什么还要去？都是这种的。为什么每句？太空了，就是没有要让大家说我开心啊。我刚讲徐熙娣都是针对你一个人而已，personal。好了，如果那个你不好好那个做 Amy 的话，你就凭自己的能力跟这些无关，讲一个祝福大家的话好了，因为大家也很久没看到你啦，然后你又夺得了熙娣最爱。哇！你觉得有没有可能？因为好多人一直在问我说，你可不可以再跟康永哥一起主持？我就说他就一直拒绝我啊。你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吗？哎，我认真在想，哎，我觉得如果我们两个老老的，然后在那边讲一些老人的事，还蛮好玩。你知道我现在主持常常会有那种被排挤的感觉，就是对不对？你知道我那天就说，他们就在想说恐怖情人的主题，我说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《与敌人共枕》？然后大家就这样，好。我说与敌人共枕呢，你有看过吧？有啊。你一定会跟我。我们就会大聊特聊啊，对呀，对呀、啊啊。然后全场跟我安静，而且你知道有时候在节目上啊，就是聊得太开心。对你被排挤。不是我聊得太开心，然后我一开心我就会这样，那。对。然后全场都安静，说，哎，你那个歌好有时代感哦。我说真的吗？对。可是你应该不会这样对我吧？我当然不会这样对我，比你老很多啊。就我觉得，反正第一个呢，现在看节目的很多人也是有一点年纪的人，所以本来就让他们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变得那么快。那爱聊 NFT 的，爱聊这个什么二次元的，都可以有他们喜欢聊的地方。对。可是就也有这种上了年纪的人想聊的事情，以及他们觉得自己还活在大家的温暖当中的这种感觉。所以我觉得本来就可以这样啊，如果我们就是不要再挣扎说。我要跟上什么年轻人的脚步什么的？对，我不知道你的态度了，你还是在。我很放松，就是真的，就是他们安静的时候，我想说，哦，原来我已经老了。你讲出，你讲出这，没差啊。你讲出这五个字，因为我要做一幅巨大的，就是我已经老了。
放在你的裸露的卧房的门口。老而不死为之贼，是不是？你当婆婆看到，哦，你关门口，老而不死为之贼。婆婆一开门，啊，心地啊，这个。对啊，这个不行。哎，我这么久没有跟你一起出现，还是常常问候到你婆婆，她一定很意外。我觉得你真的很爱我婆婆哎。她还好吗？很健康。哦，托你的福。好啦，所以你讲真的啦，有没有机会我们俩在一起主持？因为我现在坚决是我人生只要主持一个节目。OK。除非如果是跟你的话，我愿意再一个。你跟我主持的话，你愿意同时主持两个节目？我不干，你得把另外一个停掉。那就心地想聊，不要。心地想聊不要啊。就我们在一个节目里聊怎么结束这个节目的事情，没有啦，就我们可以好好谈，就我们终于自由了。好，谢谢开勇哥。谢谢开勇哥。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，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